新疆开始下雨了，一场秋雨一场寒。刚才那个是，这外面特别冷，特别冷。刚在外面看着一个老爷子坐在那个冰冷的那个地上，咱们看看他去，是不是？哎，没吃饭是吧？咱们也帮不了太大忙，能给他弄一碗热乎的汤饭。这个大爷就在这后面啊，走，咱快看看。这么冷，他吃饭了吗？问一下，太冷了，这个。大爷，你吃饭了吗？这么冷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吗？确实。你要是没吃饭，我给你点钱，你去吃口饭去。吃口饭去，太冷了。那你没吃口饭你去啊？哦，吃口热乎的啊。你，我看你太冷了，身上那个谁是不是少啊？衣服有吗？听不懂是吧？嗯，你去吃口饭，吃口饭。我不要，我认识他，认识他，让他吃口饭，你给他点钱是吧？太冷了。啊，我看他都冷的没吃，去吃口热乎的，大爷啊，吃口热的，太冷了啊。我都是那个，咱们那个农村，啊，农村的是较大，对。那冬天太冷了。那咱们就是干，把它一脱就是换掉的话，啊，还脱掉。哦，就是给他换了衣服再脱掉啊。还脱掉。那他吃饭怎么办呀？大都管着呢。哦，也管是吧？那你说给你换衣服别脱呀，冷啊，是吗？把脱掉的。是吗？那厨房也就是你把它拿进去。那给他钱，他知道花是吧？花。哦，那就行。那你去吧，吃点饭去，大爷啊，先吃口热乎的。行了，我走了，那就。我寻思刚才给他弄买两件衣服，买衣服和你说他也没用，是吧？他还得脱。谢谢你的好心。没事没事，我走了啊，大爷，快去吧。拜拜，大爷，走了。刚给大爷100块钱，不行。我还用给他买两件衣服穿吗？还是脱掉它。不是，我看他穿的太少了，大爷。数了就知道了。是吗？太少了。我身上都也有羽绒服，可以可以，是吧？你给大哥，他不买鞋子，那提来鞋子，他不穿嘛？他不穿啊，那不冷吗？不冷不冷，有一点吧，有一点你有一点差就是，50块钱20块钱就是返钱给人家。给你钱，你先吃饭去，别丢了，你就吃，先吃饭，我给你的钱。他脑子可以干。可以干，啊，脑子里都可以。我不能丢掉那个钱，啊，掉不了是吧？那看那太冷了，我那有羽绒服，我再给你拿一件。小宝买去上班忙的，不行。家里有才行。啊，家里有啊。你小宝买这个，那就行，那我也走了，大爷。好。那给了他也不穿是吧？我给你那个钱，你去吃饭去吧，啊，大爷。好嘞，好嘞，走了啊，让他吃口饭去，这是太冷了。好嘞，哎。喜欢草原龙视频，点赞关注。行者草原龙一直在路上，别人到达不了的地方，才是我们的诗与远方。走着，出发。